我有一个美味蟹堡，谢谢。国际不完的香菇儿，没关系，你有好好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好儿，今天要来介绍新的卡片，就这一季出的卡片，对吧？我想说，因为这一季有出卡片嘛，那大家可能都还不太确定说这些卡是在哪里，所以就稍微介绍一下。那我挑了一张我看起来最屌的卡，它看起来最萌，那我就介绍它。好，那这张卡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父爱 ，Father's Love。它在哪里掉？我们先看它在哪里掉，好不好？来，它在奇美拉摩坑、九头蛇冰窟、牛头的名誉或凤凰融合这四张，就是你平常可能不太喜欢打的四张，因为有些很偷台钱。那它会掉命运卡，会掉父爱。那父爱给什么奖励？崇高愿景。据我所知，上季啊，还有上上季都是火焰进化跟憎恨很贵嘛，那有时候狂热很贵这样。对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拼拼看，这一季搞不好有新的优雅或是雷霆，感觉都有机会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先开干一张，好吧？我们也只有一张了，先开干一张了，就直接开干了。我操，来了！那希望是憎恨吧。我憎恨好像变烂了，我感觉憎恨应该是变烂，我感觉火焰进化也变烂，应该是其他的会比较好。雷霆看下雷霆大概多少钱哦？有没有？你们看得到？可以看得到，雷霆20D， 因为这季有些老头会开雷霆啊，那他们就是单一光环，就是光环也不能开太多，他们也有可能会用，对吧？20D 我觉得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好吧？那今天很简单啦 ，easy 啦，干又中了又中了。那我推荐大家可以这季可以按一下啦，稍微按一下。那你没按到，反正就摸摸鼻子，对啊，就是当做是学一张卡片，然后去刷那些图就有了。好，父爱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呢呢八八八。